好吃了。哎，妹妹，这个怎么说？你没有这里吗？哦，没有吗？是你没有。他这个走位，这个他在。你说的。哎，我真的最近每次拍到他，他就嘲讽我玩不玩。OK OK。EJ 吗？可以。塞拉斯没上。啊，这样。塞拉斯没上是吧？来点灾难。没闪，没闪没电了。Uncle Mari， 快！感觉刚才跟任尼的那个配合有点问题啊。我是想打，他是想跑，然后就变成……哇，这杰斯 EQ 控的还行。我刚才想打，这个人想跑，往右边走，往右边走。完美完美。来吧来吧来吧，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我比赛就看到嘛，看到。嘿嘿，不能给他那个触发风气啊。哦，一起猜吧。啊，我不知道。哦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下塔应该要放了，热尼战中路打起来了 ，Q， 一 Q 二。哦，他应该死了。呜呼！经过，经过，经过。经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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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证明节奏和飞流是感觉攻速挺快的，兄弟。啊，完了完了 ，double kill！ 啊！证明节奏和飞流是感觉攻速真的挺快的。啊，怎么这么能捡人头啊？你说萨拉斯吗？嗯，确实。狐狸兄，我再来。他斩真的是，哦，呼呼呼，好快，好快，好快！不是他这么点血，为什么可以这么装逼啊？这个人，切啊，他斩吗？嗯，没事，我帮你报仇，我帮你骂他吗？哇，这个麦克太哇！我说实话，他有点装过头了。不错，他也没想他跟 AD 一样 ，OK。一个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完美。他也没想，感觉我们一直抓那个，那个怎么说呢？那个瑞兹，感觉没啥用啊。说实话。哎，不利熊，不利熊，不利熊。这谁体？谁体？那那。哇！哇！杀我呢！杀我呢！枪太说实话，他一直抓那个瑞兹，没想用啊。那嘎嘎！哎呦！他去打 F 六了。OK。OK 来 ，OK 来，他们打野不在，打野在打 F 六。可以吗？来杀吧！不进。Nice。他摸了你的蛋啊！哇，他速成还有20秒，他偷了你的蛋。嗯。寒冰剑。哦嘘。哎呦，他在玩不玩，兄弟们，这个人。啊！啊，我是真的菜。哦，狐狸兄，哎，一个他一个 W 回500，哎 ，sorry， 没事没事没事。哦，我是不是要去捡治疗啊？这人什么意思啊？那这个呢？那这个跟我，那这个呢？加油，嗯，加油加油。哇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，这三个是血啊！快点打几个。小龙30秒，我搭天使马上就好，很快。这小龙不能给。OK。好。这波有大天使，在哪在哪？等不了这个。他好像要给啊！
小龙吗？我是有搭天使，我现在 A O E 挺高的，但我不知道要不要给。好的。我们上路有机会单枪吗？没有。这里是四打四，可以看。四打四，但你没大，二飞流是没大，杰是在下路。等一下，等等，寒冰有剑，寒冰有剑，寒冰有大。我再来。杰再见。哇，要不压中路吧？怎么样？压中或者压下路都行，感觉两条龙给感觉可以给。其实这版本小龙真的不重要，感觉龙魂也可以。真的吗？我觉得只要不给那个五龙就行。我们今天就是输给龙魂的。你说啊 ？Sorry， 就是给了，都是给了。哎 ，Sorry， 还有个 Sorry， 然后游戏就给了。Sorry， 龙魂还是比较重要的，龙魂啊。龙魂挺重要的 ，sorry。那你这么说的话，我们打那个 VG， 我们拿龙魂也输了。好，我把这个拉掉。哦，你拉掉吧，把那个先锋拉掉。我们打 VG， 我拿龙魂，我们就输了。他们要打。我有那个宝珠，等我。他们可能开了。他们有一个。寒冰，我最好是出女妖兄弟，这把最好去女妖。其实我们这人伤害是够的，我们这阵人不可能是缺输出。我再来，大哥。反正你可以开。嗯，我去开了，开了，我们可以推中。瑞兹还在上。你就开吧，你就开吧，他杀不死，这杀不死，这不可能可以杀的。他有点装逼了。这个也是，你看，人进来跳舞。我跟你说，他俩真的是。哎呀，来吧，二，我们拉到远。哇，他俩。快点！哇，追不到算了吧，来推中吧啊！哎，他咋这好像二伤？我是要走的，他咋好像二伤呢？呜呼！维克托死了有点可惜，维克托被什么东西打死了？被寒冰的大射的。啊。有点大哦，你现在看字母知道吗？哎，艾克。我五秒 Q， 哦，这里走人。哦。你杀吗？不行。哇，他怎么在这里啊？哎，这不完了，没那个，这两个装备都 CD， 这两个装备 CD 好可惜。哎，我怎么忘记 Ukar 这个人 ADC 玩的还行？知道了，金矿，他是什么闪现？肯定没闪。这样不就要输了吗？哎，这维克多闪现你吗？在不？他这闪现吗？闪现？他们取我们红 buff 了，赛老师。我可以看，要看吗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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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吧？OK， 龙要刷了。龙，这个龙是真的不能给，这个龙是真的不能给。我们 AD 不用回吗？要回家，为什么现在才回啊？寒冰有剑，寒冰有二。
那个还在上吗？这个瑞兹？给他推吧，没办法。我说这个瑞兹在装逼啊，还在上。要龙打掉，这个龙一定要打掉。这亏了就亏了，就无所谓。寒冰会移这里，他那个角度只能放这里。去大龙了，他们去大龙。没那么快，他们打大龙。AD 没闪。就是 ID MS 六六嘛，就是没事。MS 就是 DLS 的出现那个吐槽。还行，就硬拿小龙，空一条小龙，不能多下去，不能多下去啊，哥们，不能多下去啊，哥们，你们这那这两个那个，哎呀，大龙没了，这怎么过去啊？有罩吗？没有，我这他们在打了。你有一吗？哎，这两个干嘛呢？这两个人。啊，那两个飞走了，打打打打打！呜呼，哇 ，nice nice！ 哎，这 AD 跟那个自物那个维克说，真的想打死他们，兄弟们，真的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打他蛋！大龙刷了，想吃一波兵，就两个人去下楼抢兵，毒硬币吗？哎呀，这么看好像我是最没用的。我都没闪，这里有个瑞兹，后面后面。哎呦！我带点回血，哇！哦，我怎么三千块钱，兄弟们？我都没闪，上单没闪。怎么三千块钱？这样的话，你还是会被别人追啊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用三千块钱。我在想，女瑶是肯定要出的嘛？嗯，对面这种阵容，女瑶是肯定要出的，但后面是寒冰剑，寒冰这个剑。啊，算了吧，就这样吧，反正这样了。啊，提啊，不是大问题吗？帽子，不要买帽子，兄弟。我相信你。不要买帽子，不要买帽子。什么帽子，兄弟？帽子3600块钱，我身上只3300块钱，兄弟们。我买帽子去银行借钱嘛，兄弟们。去银行借钱还是啥？我说卖帽子。啊，玩不完，在练走位吗，大哥？我没有法穿吧，打他好慢。你要慢点，我帮不了你。没打天使，有打天使感觉32，好可惜。感谢老板送了100个飞机，谢谢啊！谢谢大哥送了100个飞机，老板大气啊！谢谢老板。脱不了、啊。下单不推吗？等小龙吧。这是你们家的高地吗？不是，我是对面家，对面家。我进错了，不好意思 ，sorry。进错了，我以为是我们家的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哥们，那个你那个哦，完了，好像要赢呀！哇，厄斐琉斯这个英雄真的是，这什么英雄啊，兄弟们！厄斐琉斯这个伤害爆炸输出，一个人打5个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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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来来来来，我来了我来了，哥们，辅助上单打野 AD， 除了那个杰斯都没闪，这个杰斯是有闪现的。这个兵他清不了，等都阴币到，等孤堡到 ，R 红昂红 ，Kimarin，OK， 直接起飞，兄弟们，直接起飞。你要下班是吧，艾克？出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OK， 拜拜拜拜拜拜啊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问一下，小花生打完了没有，兄弟们？